今天走进新龙门客栈。那今天是我们小客栈的第200场演出，在这个特殊且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，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毛卫东。和我们这20场从来没缺席过的我们的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以及我们的宣发团队。今天呢，因为是端午节，我们放假了，所以我就全权代表。但是我好像前面有瞄到一眼，我们编剧孙玉玺好像在不在吗？如果在的话，可以请他出来跟大家见个面。非常的高兴啊，就是。其实刚才来的这个上到这个外面，我一直在边上在看着你们那个暖场的狂欢啊。有小伙伴问我，毛老师，你说心里话，你当初有没有想过新龙门客栈会这么红？我说没想过，这肯定是骗人的。但是这么红，我真的是没想到，所以要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接受。铺天的富贵来了，确实是让我们有一点措手不及。就像《白鹿原》的作者这个陈东石先生所说的，人生就是两个字，祸福。一边是一样，一边是不一样，但是是彼此相连的。祸跟福一定在一起。当我们铺天的富贵来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的祸已经隐化在那儿。无论是人力不可抗拒的，或者是人为的，我们一定在200场以后慢慢慢慢的去完善，完善小客栈里的演出，完善我们整个小百花系统的演出。今年呢又是小百花的40年，浙江粤剧的75年，我们将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次庆典活动。期待我们的发布啊，耐心一点，一定会让你们吃得很好，吃得很饱。因为大家都说，在网上说考古，考出来之后说，哇，原来粤剧的观众以前吃得这么好的，那我们一定要让那个80%以上以前没吃好的观众，也让你们吃好，而且还要吃饱。谢谢，再次感谢大家，也期待着我们的。250不大好听，我们就300场，好吧？期待着我们的300场，尤其是我们今天是特别的，是百花第一组上演的卡斯组。我当时我记得他们第一场演出，我就坐在这个第一排的最边上的那个座位，也是说演出结束的时候要让我上台和大家说几句话。我记得那天我看到肖文在这里，哇，很潇洒的在那谢幕啊什么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这戏好像成了，因为我被打动了，我相信观众一定也会被打动。那个时候我的头一直仰着，你们猜为什么吗？控制了，因为我不想让眼泪流出来。对，所以前几天我看到江苏大剧院制作的舞剧《红楼梦》第一。也是200场，正好在我们杭州运河大剧院演出。我那天非常巧，三卡司的这个宝玉黛玉什么什么的演出，
很幸运，最后集体的主唱人员他们有一个舞台的升降，我们因为我们的主唱团队散落在各地，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，所以集聚不起来，所以200场就由我全权代表了。我发现升上来的时候，站在中间的黎星导演一直在哽咽，一直在忍耐，到最后泪流满面。我那一刻我感同身受，我特别被打动。尤其是这个戏也非常好看，我也要安利一下大家，有机会一定也要去追一追那个。我也在200场。你看了他的200场，我刚我同天看的。好的，最后再次感谢大家，也谢谢你们所有支持你们来看戏的你们的家人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